啊，请主命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一，本院秘书长函请查照第九届第一会期本院委员参加委员会及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相关事宜在案。二，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阅经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并经本院人事处函送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到会。三，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李委员应言。二，吴委员秉睿。三，徐委员国勇。四，王委员荣章。五，李委员宛如。六，陈赖委员素美。七，江委员永昌。八，罗委员明才。九，赖委员世宝。十，惠委员洪泰。十一，卢委员秀燕。十二，曾委员明忠。十三，黄委员国昌。宣读完毕。好，那现在议事人员宣读选举事项。选举事项，选举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二人。宣读完毕。本次会议进行第九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采吴继民单计法票选召集委员两人。我们现在要推举一个发票人，发票的发选票的委员呢、啊？有谁要愿意担当？好，主席叫黄国昌黄委员，好来，再来要推举一位，还没开始投票，要推举一位，等一下开票的时候要唱票的唱票委员。啊，徐国勇委员啊，啊要推举一名计票的委员。可以，没有问题的。那个素美好不好？好，最后一位要推举一位监票人员，那个秀燕，没有啦，他不是那么方便啦，你来担任啦，反正你要担到最后有结果出现嘛，好不好？哦，监票卢翠燕委员哈。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人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就通过。好。黄国昌委员，徐国勇委员，陈赖素美，卢秀燕。来，我们现在请啊，要来发票的黄国昌委员哦，来查验选票的总数，请监票人员卢秀燕委员来检查投票轨。那我们请议事人员协助，那个看投票轨里面有没有是空的。现在来进行宣告哈。第一，本次选举投票截止时间为上午12:00，但是如果全体委员都已经投完票的话，就提早结束啊，就进行开票。第三，开票结果以最高票及次高票者当选，若票数相同，抽签决定。四，现在开始进行投票，请各位委员领票及圈票。就代理，其他代理。OK， 这个集群到时候是您要票还是点？给立委员啦、啊，因为我要到各个委员会去看我们投的情况。就给立委员，后面来接续了。好。现在可以开始投票了哈，谢谢。
七头较强啊，嘿，含做交易无关系啊，这不列入会议记录。
好，可以讲好。啊，取得卢秀燕委员的同意哈。各位报告委员会，我们已经完成投票，现在进行开票。请唱票员徐国勇、计票员陈赖素梅、监票员罗明才委员先就位。那卢秀燕委员已经到了哈，可以两位都一起监票没有关系哈。好，来，请开始哈。恭喜哈！好，现在宣布委员的得票数，宣告当选委员徐国勇委员、卢秀燕委员两人当选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召集委员。徐国勇委员得票数是8票，卢秀燕委员是5票。我们非常顺利，谢谢大家。今天会议议程进行完毕，散会。秋冬林局就开始。那么废票，坐下。对，蒋姐。今天一起3月2号。2016。后坐下，本人请告，遵命。领导有方。谢谢遵命。现在是要这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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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